呜呜呜呜，耶，没带。2023款的全新闪三版新增了 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，意味着新手骑起来更安全，意思呢，后轮不容易打滑了啊。前方用到了一个金属的后视镜，让这个位置看起来更有质感。仪表升级为了液晶仪表，看起来更高级，显示的内容也很丰富。皮带传动滑动离合一样没少，坐高依旧是700毫米的坐高，163公斤，比较轻的车重呢，1.6米左右的朋友轻松驾驭。可以看到我的两只脚全脚掌踩地，膝盖还微弯。13.5的油箱容积呢，也满足了中小排量巡航摩托车的里程需求。全车亮黑配合 LED 灯的这个设计我很喜欢，后面的这个灯组配合这个亮黑色的漆啊，像不像凯迪拉克？然后在这里有一个 QJ Moto 的这个英文，这里的做工做得很不错，来我们拉近看一下。296cc 水冷双缸发动机非常饱满，这次主打的就是一个加量不加价，和以往一样，24999不变的价格。这波操作你觉得怎么样？